大家好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看肥坤的片、今天是11月8号、星期三下午的3:30、未够4点、来到二字街、对面有很多朋友接放学了，准备幼稚园放学了。今天出来买生果，入来二字街转个圈。通常二字街的生果呢，每逢下午到傍晚呢就大减价了、促销，通常日日清的。看啱了就买回多少啊。二字街来讲呢，是澳门的市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正一那些老友记上了年纪那些很喜欢来这里周围逛一下的。每个城市都有的啦，广州或者广东啊都叫市集啊，墟崎，香港啊又有庙街啊、花园街之类的。我想个性质都是差不多的啦，卖下那些市民的日用品、服装啊、瓜菜啊、那些五金啊，或者是养花啊、小食啊、斩料啊，各色其色样都有啊。咁啊，二字街尤其是过年添啊，仲加多人，好多人喺度办年货嘅。平时澳门好多朋友都中意行二字街嘅，多嘢买啊嘛，可以讲话呢度差唔多叫做女人街啊，澳门第二条嘅女人街啊。呢度仲有啲档口咧，就同人将啲银器首饰咧翻新噶，维修嘅。仲有一兩檔街邊檔，咁啊鏡頭對面咧就係學校啊，依邊啊未放學，已經開始有好多朋友啊、家長啊接放學啦。啊，講起二字街啦，咁啊佢由五條街組成噶。二字街啦、盧九街啦、群隊街啦、羅伯沙街同埋杜啤利士街，氹氹轉好似井字形咁樣形成㗎。咁啊，呢幾條街就好多嘢賣，又有好多嘢食。一般嘅物品係平過出邊超市啊，或者一般嘅鋪頭好多。佢個歷史啊，二字街個歷史啊，咁啊有啲陰森恐怖啊，講下啦，係咁依提一提啦。咁啊，當年二字街同三盞燈屋附近咧，都係沙崗地啊，好多二重啊，好多墓穴喺度嘅。咁啊，當年咧喺1895年咧。政府又想開發呢啲地方，咁就唔知點樣入手啊！咁啊，當年盧九咧，盧九出名啦，盧九花園啦，咁就係有錢人啦，咁啊佢好樂意幫政府辦呢啲事，咁啊政府就順便啊全權交曬俾佢，啊將呢啲地方搞好啦。咁啊，後期都有一條盧九街俾盧九噶。如果俾政府搞咧，就將啲骸骨啊全部掉曬落海噶啦。
咁啊，後期呢度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平民區啊，一個小市集。咁啊，以前嗰啲陰氣又唔見曬啦，喜氣洋洋啊！而家正一地道嘅澳門風情啊！我都不過算嚟啊！入到嚟行街食嘢就幾開心嘅，見到啲嘢真係好平。可能放咗學就更加多人，即係買餸嘅時間啊嘛。咁啊，肥坤都揀呢個鐘數出嚟買生果。呢檔就好似賣外國嘅生果啊、零食啊啲嘢噶，我都好中意行呢度啲檔口嘅。呢度有越南啊，又有泰國啊，嗰啲小食零食，又有生果啊。我話立下眼啲椰青，10蚊個咋，10蚊個椰青。如果超市啊賣啊14蚊1個，咁啊走雞啊，20蚊2個。好多印尼啊、泰國啊嗰啲零食啊，嗰啲小食。因為好多泰國人啊、印尼人啊幫襯，今日喺度轉一轉咧，陰陰天啊，下晝又落唔出雨，話翻風又唔係凍。嗱，出邊買499嘅，我哋180一張。我梗係啦，呢度好多餅食賣嘅，淮山餅。清下腸胃好啊！呢度好多燒臘檔啊，咁啊依個時候買餸時間咧，好多人排隊買燒臘嘅。呢度啲燒臘盒仔飯，即是飯盒啊，咁都係25蚊1個，都係算平噶啦。雙拼唔知雙拼定單拼啊，25蚊。嗰啲燈光射住啊，幾靚啊，好似好新鮮咁樣。好多生果賣，又有好多臘味啊，臘味上市啊。我哋轉入去盧九街行下先啦。盧九街就必行噶啦，嚟到依一區。咁啊，以前因為盧九街係好旺噶，地方窄窄，人又多。而家咧買嘢都唔使點講價噶啦，睇啱就買啦。咁多檔揀擇，如果你賣得貴啊，實有人講嘅。總之新鮮靚就買。以前群聚街係石仔路啊，不過附近都係石仔路嚟㗎啦。一落雨咧就好污糟、好邋遢又滑。而家就好行好多啦，水泥路啊，咁而家啲雜貨鋪啊，買嘢真係樣樣有啊，乜都有。以前啲雜貨鋪啊單調啲，而家啲雜貨鋪啊樣樣齊啊。檔阿姐全部都賣鹹菜，賣鹹菜揾唔揾到食咧？10幾樣鹹菜啊！有時食下鹹菜都幾開胃嘅，鹹酸菜啊！好多朋友未試過嘅啲鹹酸菜，花款咁多。
呢度好多熟食啊，我係連呢啲雜貨鋪都有羊肉賣，熟羊肉賣喎，百零蚊一斤啊！呢度仲有一兩間鋪頭關咗門，就可惜啲啊！啲鋪位都幾深幾大嘅，如果懶嘅啲朋友就唔使煮啦，直頭買現成嘅啦，六條菜就搞掂啦，樣樣都有現成嘅。好啦，行到出街口啦，咁又好似闊大咗好多啊！以前兩邊兩邊都擺著瓜菜，現在就擺一邊。出到嚟高士德，周圍望望啦，時間都接近四點啦，仲未放學啊，唔見學生哥喎。好多老友記行街啊，今日陰陰涼，唔怕曬。我哋轉過去紅街市望望啦，紅街市都遊得好靚啦，不過未搞掂，仲係。我哋行過嗰邊八八啦。唔使講，嗰邊都係靜啲噶啦，始終街市未開，得一條窄嘅路仔，人都少行嗰邊，循例行行八八啦。嗰度仲有龍天燒臘。咁啊，幾出名嘅啲臘味，澳門好多酒樓飯館都幫襯佢嘅龍天臘味啊，好出名。秋風起啊，呢個時候啊，旺啊，當道啊。有一邊就拆咗棚添啊，同街市。仲有一排做啊，應該。好啦，我哋轉入嚟呢條生果街巷仔啊。真係好窄，一條行人路。哇，黑麻麻。好多檔口都冇開。可能淨係做一招。晏晝都收工添，龍天燒臘喺澳門嚟講，龍天燒臘都唔錯嘅，有臘味。呢邊啊，多翻幾檔生果啦，但係真係好靜，你眼望我眼，行到街口好似有糖水食喎，有牛雜粥食喎，行埋坐低整翻碗牛雜粥都好喎，唔知有冇起價咧？一於試下先，牛雜粥呢度食牛雜啊，平過出面好多嘅應該。咁如果呢度應該買50蚊啊，等於出邊100蚊噶啦，爭一半價錢咯，應該。一於試下啦，唔知咩價錢啦，葵坤都未知，因為好少幫襯，有時上嚟食咧，佢就冇開檔。咁啊，晏晝又好少出嚟嘅，佢晏晝先開，糖水檔有開。隔離有牛雜粥有開，牛雜好多人排隊買啊，好多都打包。食碗牛雜粥啦，啲粥都幾綿啊，咁啊有10嚿8嚿牛雜嘅，每樣一啲啦。依度檔口食牛雜咪好啊，你食每一個部位都有。
有人係專門 買牛鞭啊、牛丸啊，嗰啲以形補形啊。呢度食到啊，出邊嗰啲新馬路嗰邊就食唔到依啲嘢啦。$18啊，牛雜粥兜個圈。呢度好多花婆都準備收工噶啦。呢度多咗鋪頭開咗啊！雖然係靜靜地啊，好多都鋪頭開翻，嗰啲成衣鋪都全部開翻曬，冇行一輪啊！街口就龍華茶樓啊，龍華就開朝頭早啊，應該有開喎，晏晝就拉咗閘啦。龍華仍然都係，如果有開的話，仲有好多國內朋友啊、香港朋友啊嚟打卡噶。最緊要有開，上去影到相，貴都冇問題嘅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